谁说没用啊？这位老弟可是本地人呐！哎呦，这可是咱救命恩人！哎，贤弟，你说这八郡周围究竟有没有路？这我可不敢说，万一让城里的老将军知道，这非摘了我的吃饭家伙不可。都混粮吃饭的，谁呀、也卖不了你。哎，是啊，好吧，看在几位老哥的面上，我索性说了。不过，几位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。那是不会说的，不会啊。在这山根底下，就有一条小路，可以绕过八郡，直到洛城。就是遍地荆棘呀、实在难走。管他呢，只要与将军交了账就行啊。嗨，走不走啊，是他的事儿。哎，今天这顿鞭子是挨不上了。嘿，走下去探探。好。今天砍柴探到什么路径没有？好，探路有功，重重有赏。谢将军。爷爷老儿坚守不战，我军粮草不足，不能与他久缠。事不宜迟，今夜二更造饭，三更启程，我在军前开路，粮草辎重放在后队，全军随我绕过八郡，直取洛城。我料定的匹夫迟早会忍耐不住，必有此念，立即传令。今夜我军以二更做饭，三更启程，去城西小路等他。将军，张飞来了。将军，下令吧。不，放他过去。放他过去。后面粮草车仗来时再杀出去，让他首尾不能先顾。那时看老夫生擒张飞。击鼓。爷爷老儿，中了老张的计了，我用我的假糊涂骗了你的真糊涂，假老张后面跟着个真老张。张将军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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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将爷爷老二押上来。走走走走走。跪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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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本将军入川以来，一路关隘，无不望风归降。你这老朽，怎敢顽抗？呸！刘备奸贼，背信弃义，夺我西川，已毫无羞耻。你等这群鹰犬爪牙，哟，何必口出狂言？你好大胆！立即退出，与我斩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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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哼，要杀便杀，愿砍便砍，还怕你不成？我西川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屈膝之辈。好，慢，只有断头将军，没有屈膝之辈。老将军果真慷慨忠义。我不能就这么让你去死。老将军慷慨忠义，俺久有所闻，今日得见，深为钦佩。方才言语冒犯，望老将军多多宽恕，切勿挂怀。老将军乃豪杰之士，久视刘璋暗弱无能之主，大才难展，壮志难酬，实属明珠暗投，岂不可惜？刘皇叔伟略雄才，宽仁爱士，广结天下豪杰，深得民心。将军身为汉臣，何不趁此良机弃暗投明？这俺张飞若能与老将军一同辅佐刘皇叔，共立勋业，实乃幸事。身亡老将军不弃。张飞不才，恳望老将军能助一臂之力。
败军之将，焉敢受此大礼？将军如此恩义，我严颜敢不以死相报？一路上幸有老将军相助，才得以畅通无阻。翼德与军师分路入川，未曾想到翼德走陆路竟能先到一步，真乃奇事啊！啊！从八郡到洛城，一路关隘45座，都未动一刀一枪。这全靠严老将军德高望重，若不是严老将军，我定输与军师啊！哪里哪里。主公，从荆州出兵时，亮曾与翼德击掌打赌，今翼德得胜，令人心悦诚服，可喜可贺。只是可惜呀。军师，何言可惜？翼德，当初你我打赌，却未说明赌注为何物，岂不可惜啊？军师啊，赖账绝非君子所为。我不要军师输金输银，我只要军师与我一瓮好酒，让我痛饮一醉便成。主公，翼德勇武过人，如今又能用谋，真乃主公之鸿福也。三弟，日后还需自勉，切不可恃功自傲。大哥放心就是。好，严老将军。那翼德若非老将军扶助，怎能立此头功？请上寿刘备一礼。此皆张将军威名所致，老朽归降来迟，何功之有啊？哎，老将军不必过谦。此甲备已穿用多年，坚韧无比，今送与老将军，聊表寸心。主公，多谢主公好意。严老将军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吩咐下去摆设酒宴，为严老将军接风洗尘。我已命人去取好酒，为翼德庆功。军师真是言而有信呐。讨军三日，准备攻打洛城。太好了，左盟差遣结好荆州，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，以致今日如此。现洛城已破，张任受守，然刘荆州仍念旧情，不忘足矣。主公若能幡然归顺，两刘皇叔必不薄待，望三思裁处。法正奉派不归，卖主求荣，如今竟又畏敌张牧，逼我投降刘备。
真乃是忘恩负义的小人。怎么，眼看刘备兵到绵竹了，你们就拿不出个主意来？若说主意，主公，目下只有派人速往汉中求张鲁出兵援救。张鲁与我有杀母之仇，岂肯相救啊？可先睡已厉害，西川有危，则汉中难保，再许以报偿，必肯出兵相救。嗨，事到如今，也只好照此一试。没想到同宗兄弟竟至如此相逼，真是人心难测呀。唉，刘季玉毁书俱降乃是意料中事，既如此，主公发兵进攻成都亦是顺理成章。嗯，还有何消息？有人曾向刘璋献计，烧尽仓米粮谷，将巴西梓潼之民全部迁往涪水以西，坚壁清野，以待我军。哦，如此，我军危矣。主公无需多虑，以刘季玉为人，必不肯如此。孝之所言有理。唉，如此可谓万幸啊。报主公，军师西凉马超近日皈依张鲁，现领命来救刘璋，率兵20,000攻打嘉门关甚急，孟达、霍峻二位将军报请速速救援。马超久在陇西与曹操周旋，何时又效命于张鲁呢？马超英勇非常，须欲得子龙方可匹敌。既如此，何不派义德前往呢？大哥，主公先莫对义德说明，容量机智。大哥，大哥，军师听说马超攻打嘉门关，俺老张早想会会此人，请大哥军师速速派我前往。军师，说话呀！哎呀，快急死老张了！哎，义德，不得无礼，